人世间已经慢慢接近尾声，周荣和冯化成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其实俩人之间早就没有感情，周荣对冯化成崇拜多于爱情。自从俩人返程后，冯化成为了生计变得庸俗，也没有了出色的作品。如果连起码的崇拜都没有了，俩人又剩下什么？冯化成跟女学生出轨，自私的想要追求自己的生活，不顾月月的感受，突然提出离婚。周荣确实受到很大的打击，虽然表面装得很坚强，但他还是为自己曾经的付出和任性而哭得撕心裂肺。蔡晓光第一时间得知周荣离婚，他的态度是坚决不要出轨的男人。周荣离婚后跟蔡晓光走得更近了，俩人本就有感情基础，又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。蔡晓光坦白这些年从未停止爱周荣，周荣答应了蔡晓光的求婚。俩人婚后不久，周荣就怀孕了。对于月月，周荣一直有愧疚和遗憾，这一次一定当个合格的好妈妈，期待后续精彩剧情。